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番茄 Yuri，欢迎回到造物法则哦，萌妹子，好，不重点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先把主线剧情接下去吧。有没有觉得我现在声音可能有点怪怪的？我现在过敏还有点严重啊！我们先继续主线剧情吧。到哪里了？错误的世界是不是 ？Let's go，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会有什么剧情吧。哇塞，基友基友，昨天啊，现在是早上5:45。主人，棋子们都活过来了。猴子，棋子怎么变得这么大？没有生命的东西为什么也能丧尸化？这个设定太不合理了吧？主人，他们过来了。OK， 放一些氮气箱。先在想我是过敏还是感冒，因为如果你一直打喷嚏，就一直流鼻水，其实还看起来看不准这样。先去挂掉。啊，发动！光あれ！真好！救命！我受伤了！救命！主人，好像是在你所说的集体宿舍那边呢。对，是集体宿舍那个大楼，我们快过去。其实他的屁股这个位置真的很微妙。Boss，Let's go。现在早上5:40，对，我现在，我今天其实是还蛮不舒服的，所以就突然就起来了。我昨天还蛮早睡，因为上班太累了。啊，继续看下一话。喂，里面的人还好吗？你再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就到。终于有人来了。谢谢，我快不行了。主人，我们冲进去吧。潘朵拉的胸看起来，可爱版的胸看起来没有很大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啦，就东西都用一用这样。哇，他那个好帅啊！我刚才对不起，你醒过来了。对不起，我没能救到你。哎，不是你的错，命运是无法违背的。我没见过你，你也不是我们学校的。我不是你们13校区的，是12校区的，逃到这里。等一下，为了防止他砸手机，友情赠送他一个。你就是全校都，对，200多万人组成的人类最高学府，学员圣地已经完全沦陷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谢谢。没有死在上司手中，非常感谢。世界上我一定有一方出了问题，一定是世界的错。主
人，那个学生宿舍大楼似乎是幸存者的集中地呢。每个人都占据了一个房间，每个人占据房间，意思也说不明白。主人跟我来，话外冒险。这里就是幸存者的宿舍大楼。中心，主人，你看，这就是大楼的全貌。幸存者们似乎是按实地划分房间的，最高层的房间设施和装饰也印花花。左边这个就是主人和潘朵拉的房间了吧？喂，潘朵拉不要乱说话。按照实际划分房间的话，岂不是越向上房间越好？挑战他人。我们都菜鸟啊。那个熊看起来就不一样，不是同一个人吗？扫荡，好啦，我们要进化一下。好，任务领取，开心的收下。伙伴，队伍战斗力，伙伴资讯，好，好，我们先把主线弄一弄好。等一下，每次都可以抽一下那个东西。運命の扉の選択を受け入れよ。X、天地流浪。哦，打算分享。好，确定。所以我有的意思吗？看一下。SSR 哦，那我们来把它装上吧，看要把哪一只换下来。我还可以在网上强化吗？升级。哦，所以队伍等级就是我们那个等级啊，可惜。那我换一下队伍。更换角色。上阵就是你了。强化。16等嘛，对不对？大家现在都16等。然后还有哪一只是？好啊，都升一下。感觉好像还蛮多的。啊，直接满了。好，那就这样。身心，等一下，身心哦，它要碎片是不是？看
起来就是哦，身心哦。对不起，我觉得我现在是一个混乱当中，对，非常没有用处的感觉。好，升级，升级，目前好像都没办法升级哦。OK， 技能点数，原来有这个，我们来加一下，提升到蓝色阶段，解锁。所以它技能点数就会很多，反正我钱很多啊，就用一用吧。是这样讲的吗？好，那就先这样。所以它是哦，大家一起共用，好行，行，那我们就主线剧情，够够吗？啊！我就这样完成了任务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。狗狗，领取，我之后再来追这个好。他说最后这个是什么？皇女。不，我们先到第三章吧。让人绝望的不是墙壁，而是位置。可能掉落的东西，进入。好机油，主任，主任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！啊，都早上了，今天是周五，有我最讨厌的物理课。对了，我好像再也不用上课了。主任，没关系啊，潘朵拉，相信我，有什么事吗？丧尸又来了。嗨，那个是潘朵拉，饿了。好吧，我们去尝试找点吃的。这一个星对我会怎么样呢？强吗？还是很弱呢？就让我们看下去。而且这只的妹子都是后援的，就是哦，这个有痛，这个有痛。哎呀，哇哇哇哇，不愧是 SSR。拿到的那个就是不一样。主人，潘朵拉好饿哦。我的能力使用的还不是很顺手，丧尸数量很多的话很难顾及潘朵拉。主人，丧尸是不是又多了？估计是刚才的战斗引来的，快跑，继续这样会没完没了的。赶快赶快，我在想要有什么办法，还是我们要先来练一练角色可能会比较好一点。啊，目前看起来身心啊，来身心啦，身心成功。看一下战斗力，9000 8000 80007000 6000 7000，懂呢，我觉得这样好像不是很 OK。 装备，这战斗力真的是很弱。一键升级，他
是要升阶，就是要东西就对了。我们来看看。哦，是要打番外，番外就是番外，可恶啦！所以我们都要去打番外，好吧？今天这一集可能没什么内容，我觉得，因为我现在有点过敏感冒，就其实状况不是感觉不是很 OK， 我都已经快忘记我自己在干嘛了，就现在脑袋有点像浆糊，我应该是感冒了吧？这样的话，不行，我今天还要上班呢，祝我好运喽，各位。啊，天哪！那我们来先打个东西吧，番外篇，我们去打番外篇。主线剧情，番外，第一章节，老师的吧，粉萌妹妹。啊，好，来吧。挑战副本时有一定几率刷出流浪商店，冲啊！只要我们要挑战自己的意思。嗯，战局结束了。OK， 下一张。番外到底是什么呢？我觉得好像还没有了解故事，它就结束了呢。可能还是要去看一下漫画。这就是可笑的命运，可笑的人类，呵呵呵呵。结束。番外到底有没有剧情？感觉没有，感觉没有哎、欸，为什么？采花大道，潘朵拉就接受我们吧。这是什么？彩花大道养玉环，解锁章节，章节达成。啊、哦，养玉环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伙伴的部分图鉴吧。嗯。所以有很多只要拿载体，载体这个是什么？看不出来，现在看不出来。神之真理，嗯，其他角色，风纪委员，我有两只哦，我这样竟然有两只，好，好，马上分享，我要分享什么啦？这没有什么好分享的啦。所以他看应该是这个吧，野生伙伴。我觉得爆发姿态叶北 X 他是什么？叶北 X 还不错。杨玉环在哪里？青龙是两颗星啊、哦，青龙感觉很帅。杨玉环在哪？他现在是可以看就对了。王昭君，王昭君啊，杨玉环。那我们这样是不是可以多拿一些啊？就是我之后来收集好了。嗯，对，再多打一些番外好了，我们很需要番外的东西。来吧，剧毒体质。
其实还有很多啦，可是就是我比较散漫，然后很多东西都没有讲。然后其实应该可以好好研究，但我现在有点脑袋像浆糊，算是。这个角色我有，我记得我之前好像抽到他。对。哦，好痛哦！一杯快死掉了。就一种全部都用一用给他，都用掉的感觉。来，可能掉落，继续掉落吧。哦，我的脚麻掉了。哎呦，这一集感觉很无聊啊，对不起啊。就是一个平常没有练的人。然后又感冒，又过敏，脑袋有个浆糊一样，我现在是个白痴，觉得脑袋像个白痴啊。为什么他有这一招？奇怪，他们还可以再召唤，就对了，这有点不公平。他会拿到什么？哦，嗯，好啦，我们目前到这里好了。漫画每周五更新，大家可以去看哦。就要看的话，再打一次章节主线哦，都没有。好，我很懒，对不起。终于跑出来了。哎，还有，我不快走？你看那边，嗯。等一下，是谁？他眼神不一样。啊啦啊啦，看来有小妹妹需要帮忙呢。这剑术太夸张了，你会飞？在下南城智霸。传说中一个人单挑了一个校区地下势力的黑道老大。别这样说嘛，小哥会吓到小妹妹，我们一起杀出去如何？好，看起来还蛮和善的，人不可貌相嘛。啊，群体治疗。然后圆柱先用一用，然后末日炼焰先用一用，然后再加次元打击。灵魂收割，结束。看来是清理干净啊，小哥知道阵营怎么走吗？阵营玩游戏的那种吗？啊嘞啊嘞，看来你是不知道，阵营是由很多载体能力者聚集出来起来的组织啊。如果能得到阵营保护，就安全多了。很多载体能力者，天哪！咦，你知道载体能力者啊？我就是。点，小哥你认真的吗？什么意思？我的能力刚刚获得，可能不是特别强。大概是这样啦，总之是一个看起来和普通人差不多的载体能力者。
普通人？如果你这样的算普通人，那我无话可说。好啦，就先到这里啊。Sorry， 哎，流浪商店。お金持ちには見えませんね。这是什么？哈哈，出错道具。确定？啊？啊？这是什么？哦，原来是可以买的意思吗？还是买碎片呢？买碎片，我考虑一下。哦，算了。運命の扉の選択を受け入れよ。嗯，十次以后 B 的 SR 以上角色。好啦，项羽、爱迪生、拿破仑。舰队核心兔娘，真是打扫刮刮乐。通常都是乱刮乱刮，说不定有机会中。No， 领取当前。好。再继续，再刮一次，就是因为这种东西它就随机摆啊，所以你也不知道自己会弄到什么东西。好啦，领取当前奖励。OK， 守护之力，第八页，第九页会是什么？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SSR？ 第十四页我要来，它已经增加那么多了，好，行，不要，不要，好，那我们这就先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我觉得这集应该不会有喜欢，好，反正大家下期再见吧，我觉得可能。身体状况不是非常好，那老话我还是会说啦，就是如果你真的喜欢我影片，应该帮我点个喜欢，那欢迎大家去看看其他影片，那别忘了在下方留言哦。最后记得订阅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